你好，你有什么特殊才艺吗？我希望我可以当模特。老师，我会演戏。你多大？36年啊。我们是来自花莲的五月天。你接受团体课程吗？放下我的面。再一次，来，有点运动加精神。音乐家为什么要运动加精神啦？请问在哪个宇宙里，你是音乐家？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可以当老师啊？我不知道。从你出现之后，就没有办法不去追你。海参馆的票，我给你买。啊，来。Hello， 明天快乐。我以为受创过后的流浪。是要把自己隐藏起来。拥抱波涛不安 ，Hello 明天，快来，等待下次还能用尽力气去爱。闭上双眼，慢慢旋转，淡淡微笑说 Hello and Goodbye。一脚踩着油门，一脚踩着刹车，车子是不会动的。